桑鸟逐叹，你却不再回来。谁能轻易打破上天的安排？谁愿什么？大哥，大哥要休了你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么多年来打扫你的温良贤淑，齐楚林你是犯了哪一条，让大哥他可以休了你？这些年来我没能替他生个儿子，又不懂得风情狐媚之术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夫妻之实了，这跟休了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也许真是到了缘尽情了的时候了。一定又是徐凤琴在一旁不知道搞的什么鬼，她其实很早就想坐上你这个位置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大哥他怎么这么做呀？只听徐凤琴讲的话，他就真的这么爱他吗？他不爱他，他也不爱我。童善群心里最爱的是他自己，这么多年来我都看透了，男女情爱不过是镜花水月。其实我离开童家心里最不放心的就是庆儿，还有你们两个。庆儿倒还好说，她一向有主见，可是你们可怎么办呢？我去见大哥，我去求大哥。不不，别求，求来成全不也叫人难堪吗？启真，你就听我一句话，上次说的要你收养个孩子的事，你可别再扭着了。以后万一要是徐凤琴当了家，你无夫无子，老了没有依靠，那是很苦的呀。趁我还在这儿，我就把这事儿替你办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小姐，你过来。小姐，大奶奶对不住你呀，不应该把你送进童家，害你受了这么多的苦。大奶奶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我的命。这么敦厚贵气的一张脸，怎么能变得这么命苦呢？都怪我呀，大奶奶以后再也照顾不了你了。你记着，你跟着小婶婶宁愿一辈子留在守贞堂，
也千万不能回童家。迈进了童家那道门，就等于进了人间地狱呀、啊！只要徐凤琴在一天，就没你们俩好日子过呀，知道了吗？啊，大嫂，你别说了，你在交代什么？我们可不要听，你得永远留在童家替我们做主。大奶奶，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谁让你们拆东西的？是二姨娘的意思。你们好大胆子，佛龛也敢拆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啊？二姨娘说，她很快就要搬进这房里来住了。滚出去！还不快滚！阿弥陀佛，大奶奶。阿弥陀佛，罪过。阿弥陀佛！哎，这谁让你们搬的？这个啊，这快把东西都给我搬回大奶奶房间里。童守成，给我站住！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给我站住！慢点！你们都给我站住！童守成，我的话你敢不听？我让他们搬走，你又让他们搬回去，这家到底谁做主啊？老爷做主。行，那老爷说要休了他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个屋子他也住不久了。回姨娘，现在还住着，一日住着，一日就是大奶奶。老爷没有正式交代，我们这些做下人的不能忘了规矩。好啊，童守成，你做了一辈子的狗奴才，现在想做一个有情有义的忠仆啊？呸！你注定这一辈子就是个狗奴才，哼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你都不知道哪根长哪根短，净发着这些窝囊废。守成一辈子只跟着老爷，二姨娘怎敢说老爷是窝囊废、你敢教我？守成，让他们抬下去吧。大奶奶，是我说的。是，抬下去，照大奶奶的话做。是。大奶奶。啊，守成，心中有佛便可，不必拘泥于形式。守成，你也得学着看风头。以后你怎么过呀？大奶奶，我对不住你。那日姨娘到我这来拿柴房钥匙，我就不该给她。快别这么说了，她就是那日不整我，迟早也会想别的法子把我赶出童家的。大奶奶，您就不能再去求求老爷？我累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哎，守成啊，你在乡下娶媳妇儿了吗？是。哦，那有孩子吗？哦，
有个小子，刚刚半岁。哎呀，这大奶奶的用意很明显，我猜八成啊，她是想把我儿子过继到童家来。没骨气，就盼着让别人替你养儿子，没出息。这老子没出息，儿子有出息就行呗。我儿子若是进了这大宅子，还愁以后没指望？你走吧，别以为现在街坊邻里不再盯得紧了，我可不想为你惹麻烦。哎，这老爷真的同意认我儿子，你可得啊！你少指使我做东做西的，小人没大志。亏你还有这心思，现在大嫂都要被休了。休不掉的，你也不想想，要是他徐凤琴秤头现在又生了儿子，老爷不早就给他扶正了？就是因为他上不了台面啊，哼，他哪有资格当童家的正房奶奶呢？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老爷之所以不休了大奶奶，那是不想扶正徐凤琴嘛。哼，还说我没有眼力劲儿，要像他这么蠢，我有什么资格当这个童家的大总管呢？奴才。当然我跟徐凤琴作对，有几分不也是为了你吗？他欺负你我心疼啊。滚远点。你回去跟你家里的人说说，也许他舍不得。嘿，这可是祖上积德的事儿，他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啊也好。哎，才半岁还不知道认人啊，这样领过来随着二奶奶，将来跟奇珍也亲。是是是，老爷所言极是啊。哦对了，半岁还喂着呢啊，这样让你家里的也一块儿跟着过来，喂到三五岁，现成的奶娘。那就多谢老爷了。老爷怎么领一个下人的种进童家呢？凤琴，什么人不好领，偏要领啊？凤琴，他现在都已经无法无天了，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守城，你先下去。是老爷。哎呦，老爷，童守城可是个下人呢。最起码守城的祖上跟我是同知，算起来都是同样的姓，而且不出五服，血缘很亲。这镇上有童家一半的本家，你非要领他的孩子吗？他能生出个什么好种来？最起码可靠。素荣已经派人到乡下去问过了，老老实实，本本分分。洪素荣，又是他出的主意，他凭什么在这个家里出主意啊？他是个不守妇德快被休掉的女人，他能说话吗？你给我仔细你那张嘴。我说错了吗？我哪一句哪个字儿我说错了？不是老爷你自己说要休了他的吗？我是自己说的，我自有主张，你急什么？我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。素荣再怎么不好，最起码她以德服人，你呢？你哪像个当家主事的正房奶奶呀？还会跟下人斗心眼儿，小里小气，上不了台面。老爷，您扶我上台面，我自然就稳当大牌了。结果，您帮一个下人都不帮我，不是你说要休了他的吗？烦。哼，我的儿子要跟他的儿子称兄道弟，简直是可恶，小人得志，鸡犬升天了。您呐，先消消火，平平气，来喝杯参茶。我就是平不了这口气，他何其真领儿子，我已经够气的了，他要领他童守成的儿子，你让我气死算了。你先消消气，坐一会儿，来平平气，歇会儿，
有我阿贝在这儿，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？怎么解决？你快说。那谁都知道，这不足岁的孩子是最认娘的，有奶便是娘。如果这孩子奶到半岁大，中途换了人，你说他能安安分分不哭不闹吗？这要是一哭闹起来，可就是没日没夜呀，严重的还会发沙呢，说不定哭到断气儿了呢。那万一他不断气儿呢？那就说他跟童家跟何其珍八字不合，根本就进不了童家的门，或者就是说祖宗不喜欢他。总之这孩子整天哭哭啼啼的，总是让人犯嘀咕，好事儿啊也变成坏事儿了。哎，万一他不哭不闹呢？绝无可能，这离开娘的孩子怎么可能不哭不闹呢？这参茶的味道真纯，赶明儿啊我让药铺多给你拿点参来。我这儿先谢您了，不过您下次要说的时候理由可得充分点。哎，那我该怎么说呢？我跟您说啊，来啊，来来来，给我看看。哎哎，好好。哎呀，天庭饱满，大头大耳，是个福相，给大家看看。哎，你看，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，看看，来，你看，哎呦，看，二奶奶。以后我这孩子的造化可就全靠您了。啊、哦、不哭不哭。哎，不哭了啊。启真，这孩子投你的缘。孩子嘛得起个名字，论辈分就叫同祥。善文在世的时候说过，如果有孩子不论男女都取名叫同祥。就同祥吧，是个好名字，希望这孩子一生平和吉祥。啊啊，对对对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有道理有道理。我说守成他家的，明天一大早你就可以回去了。回乡下，那这孩子谁来喂啊？奶娘啊，我都已经找好了。你们也为齐真想想，这孩子明着是过给他了，实际上这亲娘还不肯放手。等孩子以后长大了，这是要叫他娘呢，还是叫齐真呢？自然是认二奶奶了。我们家里的，充其量是个奶娘而已嘛。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，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我要为我儿子，哎呦，我要为我儿子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最怕就是你这样了，口口声声还说这孩子是你的，那我们齐真算什么？哎，他爹，他爹。行了行了，老爷你做主吧，这回啊我可是天地良心，为了齐真好，我连奶娘都替他找好呢。就按凤琴的意思办吧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老爷，您看能不能等孩子断了奶再说？你如果舍不得，你就抱回去。本来是件喜事，哭哭唧唧的，怎么触眉头呢？童家嫂子，我知道你舍不得，但是你放心，这个孩子童祥我会视如己出，
我会疼他的。二奶奶，你放心。嗯，难得你能替齐真着想。我在学做人嘛。老爷那天说我不能以德服众，我可是牢牢记在心里了。行了，别捶了，别动了胎气。我可是真正改过向善了，就好比领孩子这件事儿，我让那老婆子先回去，除了为齐真，也是为咱们童家。为童家？可不是吗？这孩子是要传童家香火的，他跟童家气数合不合，这很重要的。你去庙里问过了吗？还用去庙里问吗？这老祖宗自会显灵的。这孩子要是整天哭哭啼啼的，就说明跟咱们童家气数不合。哪有孩子不哭闹的？那不一样，哭个没完没了，不吃不喝的就不对劲了，老爷犯晦气。你跟着哭什么哭啊？待会儿老爷又不开心了，真是不懂事。孩子他爹，你去求求老爷好不好？求什么？再求连孩子都留不下来。那就让我把他抱回去吧。你敢再动半点念头，我现在就让你离开童家。亏得二奶奶大发慈悲，让你多待几天，你竟然敢得寸进尺。大爹，难道你就不心疼吗？心疼什么？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儿子了。什么见不着？我随时想见便见得着。孩子被抱到守贞堂去养着，你怎么可能成天进进出出呢？哼，我想进就怎样？你说呀，你为什么可以轻易地进入守贞堂？难道你这……你胡说什么？妇道人家脑子净想些龌龊的事。老爷例行到守贞堂探望，我跟着，不就能看到儿子了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带着儿子回乡下去，我绝对不会把儿子留在这儿。坏了我的好事，我就宰了你，就算你死，我也不让你把儿子带走。你赶紧回乡下去，只当没生过这个儿子。你要顺了我，说不定明后年我再让你生个胖小子。你要不听我的话，休了你。以后我想进什么堂便进什么堂。你看这个小豆豆好有趣啊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也可以有个儿子。今天晚上我抱着祥儿的一刹那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平日徐凤琴的骄傲。一个女人的威风和场面都是要靠男人撑着，要不是丈夫，要不是儿子。可惜善文走得早，儿子也不是亲生的。肖婶婶，只要有缘，他就是你儿子。真的？你也是这样想的？嗯。哎，你要去干嘛？我要去看一下我儿子吃饱了没有，睡了没有。哎，你小心一点啊。我没事。这以后可是我们的传家之宝啊。
以后我们的儿子、儿子的儿子、孙子的孙子，他们都会知道的。当年他们的祖爷爷就是拿着这个扳指去提亲的。这就去。哼，三更半夜的也不在房间里睡觉，跑到这儿看什么呀？这里有什么可看的呀？切，没什么，一大一小两具尸体而已，是我家里的，带着孩子投井了。二姨娘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去忙去了。想啊，要不是因为我要过到西夏，他们母子就不会被迫分开。不怨你，都怪我起了这个念头。大嫂不怪你，你是为了我好，怪只怪我福薄。那怪我好了，是我做的主，让他娘回乡下去的。怎么敢怪大哥？童家有谁敢对大哥说个不字？不就是死了两个人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少成，老爷，少成对不住你，我这个家里的死了都不懂事，拖累您了。你该掌嘴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人都走了，你还这么刻薄？我实在是。我知道你难过，丧子之痛，那真是那滋味，我是领略过的。少成，多谢老爷体恤。你呢，要打起精神来。他们两个的后事，我要厚葬。啊，不敢，老爷，他受不住我。好歹他也是个入过祠堂的人，这孩子就算是我们童家的人。明天一早你去账房里去支
去支20两银子，给他们母子送葬。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。哎，20两，通善学，这笔债我一定要从你身上讨回来。老爷，累坏了吧？我给你暖好被窝了，歇息吧。你还有心思睡觉？你看你管的这个家，弄得人都死在家里了，旺家都让你给败光了。扶不起的阿斗，姨娘都做不好，还想做正房？你想都别想。啊，老爷。你在这儿等着我。是，都是你的主意。我真是瞎眼了，信你这个破裁缝的话。哼，你要是个人才啊，你何至于在这儿动刀剑伺候人呢？姨娘，你看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你坐下，一边去。我真是失心疯了，信你这个破裁缝的话。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你没有这么大的能耐，你干嘛说那么大的话啊？哎，骂得好，骂得好啊，姨娘，您教训起人来呢，句句在理。你歇会儿，你坐着喝杯生茶，这可是上等的好茶。只要姨娘你愿意，就是骂阿妹1000次10000次，这也是应该的。可是你总要让阿妹明白，阿妹到底错在哪儿了，不然下次还有下次。你想死几个人呢？下次我都死在你手里了。姨娘，姨娘，哎，姨娘，你听我说呀，姨娘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请回吧。以后我们佟家四季的衣服都不劳您大驾了。姨娘，衣服做不做无所谓，可是您不能冤枉我阿妹啊！您不能把我的一片好心当成驴肝肺呀！我冤枉你？那人都已经死了。可是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您当初也在想，如果这孩子不哭不闹，就送不走，长大了就多分一份财产。可是现在人死了，死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？是是是，一了百了，我做正式大房的梦也跟着一了百了结束了。谁说结束了？这好戏才刚开始呢，就看你敢不敢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再听你的了，你害得我还不够吗？还有什么是我徐凤琴不敢做的？你还敢来这儿啊？听说你昨天一宿都没睡，合不上眼吧？你怕一合上眼睛，那对母子就来讨债来了？徐凤琴，你的心该有多虚啊！硬逼着人家母子分开的是你。是我没错，可当初要是没有过继之事，他们母子会分开吗？你，哼，佟大奶奶，你如果连心都不虚的话，你这十几年的经都是白念了。你听说过吗？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。来，
来，你过来看看，过来，你好好看看，这里又黑又冷的，奶娃娃正向你哭着呢。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挣什么挣啊？啊，你不是不心虚吗？你不心虚你还挣什么？你给我仔细看好了，一条小命就这么没了，多冤啊！洪素荣，这是你的孽障，你应该下地狱的。你陪他们母子俩一块上路吧，他们正在那儿喊着你，去啊，去！大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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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呀，大奶奶！哎，快给大奶奶端过去。啊、哦。大奶奶，给你熬了碗人参大枣茶，奶奶喝吧，安神定魂的，你快喝了吧。大奶奶，你就喝点吧。少成，我对不住你呀、啊。不，不不，大奶奶。少成，少成，大奶奶，是我害的你，丧妻亡子啊！不，大奶奶，大奶奶，大奶奶，您这是折煞我呀！少成，我受不住啊！大奶奶，你快起来，你来，快帮忙！哎，大奶奶，少成，我的私心害得你家破人亡，我死都不足惜，我应该随他们母子去的。大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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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城不怪您，只怪我儿命薄，这要怪只能怪守城。我知道你一向对我敬重，可是我不能照顾你了，童家没我立身之地了。大奶奶，您可别想不开，您要是走了，我们这些做下人的这以后的日子更难过呀。大奶奶，大奶奶，您不能不管我们呀。大奶奶，大奶奶，您不能走啊，您不能走啊。大奶奶，大奶奶，死老太婆，讨厌。哎，又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老爷，吓都吓死我了！今天我给那母子去上香烧纸钱，看到大奶奶寻死觅活的要往井里头跳，我吓得呀，我得赶紧找人呢，我就喊了，怎么办呢，老爷？我已决定正式出家，后半辈子念经礼佛，平静地度过余生。少成，我欠你一个儿子，一个媳妇儿，是我的罪过，你要是答应，我想在临走之前以童家大奶奶的身份再给你说一房媳妇儿。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媳妇才死让你再娶确实不妥，可我就要走了，若是迟了我就照顾不了你了。大奶奶，您真的确定要走吗？嗯。你又在生什么事啊？你还嫌这家里头事太少，死的人不够多是不是？老爷，我只是……你吃饱了撑的是不是？凤琴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不会兴家旺夫，你个女儿都教不好，小喜的婚事也没给说对，奇珍过继孩子这件事也是你的主意，结果又搭上两条命，这一切我都生生忍了。
结果你还在这儿兴风作浪，你在那儿寻死觅活，你演给谁看呢？你什么？我演？你当我在演？是二姨娘要逼死大奶奶的，你造反了你！你敢插嘴？本来就是，不信你问佟总管，他都知道的。他怎么知道？他又……老爷，我看见二姨娘在喊人，所以我就跑过去，就看见大奶奶她自己要往下跳。住嘴！素荣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事事敬重你，可你哪件事办妥了？凡你做主的事儿，没有一件有好结果。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佟家快让你给败了。老爷，您给姐姐留点面子吗？不要在下人面前数落她。你回你娘家去吧，我总不能等着你真闹出个三长两短的时候让你娘家来收尸，我可担待不起。你是要休了我？佟督管，你怎么可以？你明明……玉莲，我说，守城，我放心你了，你会过得很好的。大奶奶，你可不能离开我们呀！真的铁了心了，要休了他。我也如了你的愿了吗？哟，老爷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要是同庆回来，知道他娘被休了怎么办呢？我还管他怎么想？没见过这种败家女，还倒过头来追男人，不知羞耻。他要真敢回来，我就连他也一块赶出去。老爷。谁啊？是我，玉莲。都什么时辰了还来吵老爷，来睡了。进来。什么事啊？大奶奶请您过去一趟。晚了，明天吧，我要休息了。还是请您过去一趟。干嘛？非去不可？逼宫啊？赶紧回去吧。没见过这么不害臊的人，大半夜的过来要男人，怪不得生出一个倒追男人的赔钱货。去去，赶紧回去跟你家大奶奶说，别没事找事儿了，休都要休了，别在这找难堪。哎，老爷，你我去看看，免得他寻死觅活的又闹出什么事情来。老爷，你早点回来，天凉别冻着了，我等着你啊。我当你有多清高。你要你这是干什么？善君，三十年前我是你们三媒六聘花红大轿娶进佟家的。我记得进佟家的第一夜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跟你头挨着头睡在这张床上的。那时我不敢奢求这辈子都能跟你睡在一起。都过去的事情了，提他干什么？那时我只想能一辈子跟你在这个屋檐下度过人生，我也就知足了。素荣，我们之间是真的没有缘分了。是，
难上加难，要。